我靠！没丢到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打掉树枝，打掉会有那个，会有木棒。我现在在想的是，只有无限木棒。为什么我看别人玩这个，他们树都会倒下来，我们他妈要在那边跳？没事，不用讲究，不用讲究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银矿吗？下雨了。干！哎，等一下。干！啊！我操！我靠！而且，阿拉达，我怎么感觉这么多啊？干超多好不好？因为这是丧尸模组，好超多。走了。哎，那个先转移阵地啊！我觉得潘淼先高歌离席。我们去有岩浆的地方，有岩浆的地方。干我靠！是跑太快了吧？我靠！我靠！很痛很痛！我靠！我被致盲！我靠！对呀，被致盲。哦，有看到，看我被打还被致盲。我超安心的在挖我的鼻胎。哇靠！我讨厌下雨天。呀，我先做一些十字武器啊！不行，我觉得过了。哎，你用料表。哦，干很痛，太远了吧？你把打过来一次，走！狗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我真的快死了。我挖点石头，我做十件，我做十件。挖三停一啊，要不要挖三停一？我听到丧尸过来，我直接把地堵起来了。挖三停一耶。好，我要下矿了。干完了！我可以。我靠，好痛！痛！一代。月色学我，往上垫两格。我现在主物反应来没方块，靠你吧！你后面追来的僵尸，而且还有一个附魔的，什么鬼啊？等一下，你不在那边感觉好热的好啊！来，等我那里上面，我那里上面。走开！要我帮你挖开吗？我这边有两只啊。我这有一只僵尸别忘了，你没有手枪啊，那个是新手奖励，那个是一进来就有的东西，可以拿来用一下。啊，叫屁哦！这个，看一下。我忘剑好了。开一个洞，我们可以下来。不是，你这字也太强了吧！看他身上装备没掉啊！我捡到背包了，我们多挖点石头啊！我们用石头盖房子啊，不然那个木头好像会被烧了，你知道吗？僵尸会放岩浆，我先说。没有啊，你用石头，他们应该会挖吧？好像第九十几。我靠！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丢东西！我靠！真是。我这个地方超屌，无敌！我干你！我不知道下矿要到多深才会有铁。我知道。我操！我旁边一堆哦。哦。干！你们刚刚都没有被那个巨人追哦。没有啊，他杀完你之后就跑了，他不见了。我全程在矿道里面。我还是继续盖我那边好了，僵尸过来可以把他推下悬崖摔死。哎，我已经在那边盖了一些东西啊，我要赶快种小麦，快饿死了。我很怕僵尸突然跳下来把我打下去，我都会尖叫。白痴哦，我不想住那边啊，我要住我这个。啊！我刚讲完，丧尸就来了。叫的那是一个爽快啊！完了，我死，拜拜。这里怎么那么安全？都没有僵尸怎么靠过来？那他怎么今天没丧尸？很奇怪吗？在旁边，只两只。
啊，我去啦，我去，来，我去，我去。哎，单挑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来看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是，这是我哎、欸，这是我哎、欸欸，好眼熟啊！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不要打他，这很帅，这个很帅，这帅哥不要打，不要杀他！哇，帅哥在这边啊！为什么前面会有个穿衣服看起来蛮正式的人？这丧尸吗？哦，认识了。